觉得它那个盖子没有开，你要暴力哦！真的这样开吗？邱俊佳，注意，你等一下再拿下来，你可以拿下来。你等一下对丽丽的感觉是什么？快点站起来讲，邱俊佳，你喜欢谁？你喜欢谁？你说喜欢丽丽？我喜欢。这把出现。你喜欢丽丽？把它剪掉，把它剪掉，把它剪掉，把它剪掉。这把逐渐是我，就把那个逐渐剪掉就好了。丽丽吃醋了吗？所以丽丽在长进，然后现在录。你知道丽丽是有油的吗？丽丽是有油的。是我们要跟学长抢啊！啊，我们要跟学长抢啊！可是我刚才听到你说你喜欢啊，我喜欢这把剑。你说谁骗人？我剪掉，我要剪掉。丽丽，邱俊佳说他爱你。转移话题，装作丽丽快点，他爱你。为什么变这里？你是不是也爱他？没有，你就有。陆培迪啊，陆培迪，你也是啊。你打到这你就我，你打到这个就完了。哎、欸，快录培迪，培迪，培迪，你想对女朋友说什么？你想对女朋友说什么？他求婚了吗？啊，害羞。可以，可以嫁给我。他求婚，他把他剪成别人。我们剪的时候，我们问说你要和那个自己在一起吗？又说请嫁给我吧。很无聊。然后在丽丽呢？丽丽拒绝吗？我不要。丽丽，丽丽，你可以选一二三。丽丽，你愿意嫁给培迪，还是要跟邱俊佳？好，丽丽，好，丽丽，好，丽丽。真的录吗？你可以再跑一次。问他说，你愿意跟丽丽在一起吗？问，然后我跑出来。好好好。我要哭了。我们真的录好久哦。好，露米。你要提卡西过来。我们要先讲吗？先反过来吧。好，露米，你要跟丽丽在一起吗？我愿意。你快说话！你快说话！你快说话！你说不愿意，不愿意，快点，快点！不是，不是，镜头。我说不愿意。你要跟谁在一起？他现在很多选择，你有很多选择，你要跟谁在一起？跟谁在一起？好，你是不是在那？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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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ring 班的告白，要叫到大一，我们想办法做个 ending 好不好？丽丽不回答，我停不下来。我们叫那个，快点，快点来！有没有来做 ending？ 庄华，你来发表一下对我们社团那么乱的感想。我觉得这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一定是友友造成的，乱的起源。好，结论就是友友造成的，没错没错。一上 A 友友，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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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友。好好好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没录到，其实按这个。丽丽，你是破一刀，百战百不完，你知道吗？